下手机号，我给你记下分。手机号。嗯。我没有手机号。啊，没有手机啊。啊，没有手机号，不用记分了，不用记分了啊。好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是54.4。怎么支付你？是支微信吧。好。袋子可以给我一个吗？袋子收费的，2毛。好，可以。嗯，对。微信我扫你，我扫您。啊，行，好，谢谢您啊。这个是有酒精的是吧？确实是有酒精的。哦，能退吗？要方便的话。这个我给试试吧，是让你退了。哦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没事，慢走。说一下手机号，我给你记一下分。说一下手机号。我给你记一下分。These days, it is fairly common in China to have a membership card at a convenience store. 手机号。嗯。我没有手机号。没有手机啊。啊，没有手机号，不用记分了，不用记分了。啊。好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是54.4。一共是54.4。一共是54.4。54块 means 54 yuan。54.4 or 54.4毛 it means 54.4 yuan。支付你是支微信吧？好。袋子可以给我一个吗？袋子可以给我一个吗？袋子可以给我一个吗？Plastic bag in Chinese is 塑料袋。塑料袋。袋子收费的。袋子收费的。袋子收费的。To reduce plastic pollution, these days plastic bags are not free anymore. 2毛。可以。嗯。微信我扫你。微信我扫你还是？微信我扫你还是 ？A very useful sentence if you use WeChat Pay. 我扫您。行，好，谢谢您啊。这个是有酒精的是吧？这个是有酒精的是吧？这个是有酒精的是吧？确实是有酒精的。确实是有酒精的。确实是有酒精的。能退吗？能退吗？能退吗？要方便的话。要是方便的话。要是方便的话，这个我给你试试吧，是让你退了。哦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没事，快走。